他一边喝酒，一边跟巡逻员一起上前拦查。你有没有喝？有，前面没有。大哥没有。安全帽嘞？ 直接他回身酒气，连站都站不稳，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带安全帽、烟酒测纸，果然超标。再来，我觉得子林连酒一哦，那个不是，我是醉喝酒。大哥，你现在没有你的事哦。10后座的朋友却质疑酒测系不准，借故拖延，干扰警方办案，双方僵持不下。你现在现行犯喽？现行犯喽，现行犯喽，不是啊，我明天我是想，让我回家睡觉。对，一点喽。要睡觉，你赶快弄亮路让你回家睡觉。事发在凌晨2点多，两名男子没带安全帽、口罩，到新北市汐止超商被警方围上前盘查。中心嫌犯公称骑车载朋友回家，却被警方眼尖逮人。他才坦诚酒驾，李姓朋友没阻止他喝酒，也被连坐开
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领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 就有折扣了。